左总，这笔钱这么久还不到，这会有什么问题吧？陈总那边估计有什么困难，但是我相信他。我也相信陈总，我也相信你。可是咱们两位股东熊总、贾总，他们会有意见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每一位股东负责任的。怎么负责任呢？两个月了，一分钱没收到，说说吧。我们都合作这么多年了，合作有合同吗？你别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必须把我的钱一分不差的退给我。你今天跟熊总一起过来，就是为了这个事儿？左总，别生气嘛。贾总，我相信以左总的为人，这点钱他肯定会退给我们的，是吧，左总？看之前咱们跟左总赚了不少钱，这回呢，咱们有事大家先冷静冷静。其实我也不想，主要是这数字真的太大了。哎，贾总，你投资的最多吧？是啊。亏的也最多吧？300万啊！哎呦，300万，确实挣不少。但是我相信左总的实力，这钱没啥问题。行，既然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我们就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陈总的钱到账了。是啊。那我得回去要钱呢。对呀，这是陈总的钱到账了呀。对呀。那是不是该给我们几个合伙的股东分一下？什么股东？我们几个呀，都是一起合伙的嘛。跟你们有关系吗？罗总，我相信以你的人品，不会不分我们这个钱吧？就是啊，大家一起合伙做生意。是啊，左总，合伙买卖，有合同吗？滚。